阿姨。谁呀？好了好了好了，别哭了。爸爸，十七年前要是没有你的话，就没有阿鱼了。是。怎么会呢？你爸爸是校长，不是医生。我爸爸在我出生之前，的确是个医生，在西街。要怪就怪我自己捣蛋，你又不是没教过，只是我不听话，怨不了谁。要不是因为他，你也不会这样的，对不对？谁？你爸爸。妈，如果你不想说，我也不会想知道。我想了整个晚上了，还是要告诉你才对。如果再不说，这次你丢了眼睛，下次你丢了命怎么办？说呢，我的好事都给你坏。好事？你把我妈弄哭叫好事？我妈刚刚要说出我爸爸是谁。对不起，我马上追她回来。不要追。留下来陪我，好吗？这个时候，我根本没有心情知道谁是我的爸爸。也对啦，其实你现在应该要保持平静的，别怕，我们不是说好了吗？双剑合璧，我陪你。小姐，你还好吧？其实生老病死只是一个过程，别那么难过嘛。谢谢，我没事。顺便擦个眼泪。够不够？还要再一张？不需要，谢谢你。整天没有吃东西，一定很饿，很渴吧？没事，三天不吃也死不了。恶人王，你能不能不要这么倔强啊？给人家机会去关心你，对你好，不是很好吗？不需要。这几天我在想，其实你真的瞎掉也好。为什么？这样我们就有理由去关心你啦。没事的鱼，太强，太硬，太令人难以亲近我。我只是习惯，习惯了战斗，习惯了要坚强，被人嘘寒问暖，我会受不了。你怕什么？就怕哭吗？我怕自己一旦依赖一个人，最后那个人还是离开，
不要伤心，我不要绝望。我让你依赖，而我绝对不会离开。承诺是用来打破的。对 baby 小人的确是，但我们是好人，所以我们一定会遵守承诺的。怎么了？没事，没事啦。发生什么事？没什么啦。这个世界上怎么还会有这种傻瓜可以为我无怨无悔的付出？这样做已远远超过一个承诺了。逆着时态，难道你这一切都是为了我？从小因为我一直想知道我的父亲是谁，所以关闭自己的内心世界，到处惹是生非，不接受任何人对我的关心，只因为我怕失去。没想到你这个傻瓜，真傻。我是很讨厌，而且还有点烦呢。我们打架吧。我一直存在着。世界感觉怎样？好了。真的吗？太好了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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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你。干嘛那么客气啊？不是说好了吗？双剑合璧。就像杨过跟小龙女一样，是吧？别哭了，爸爸。十几年前，要是没有你的话，就没有阿鱼了。是。怎么会呢？你爸爸是校长，不是医生。我爸爸在我出生之前，的确是个医生，在西街。